进行，因为他们每一个城市会建墙建筑，但是你要一直听钢琴，八分音符的节奏，因为你常常会因为过度兴奋会变感拍子，还有因为那十六分音符的功法比较复杂一些，也会让那个节奏啊或者音变得不清楚，还有越剧会因为换过。